台北松烟文创大楼争议，烟烧到了成品，外界质疑成品赚很大，却不缴权利金，而且经营商旅、成品行旅，房价太高，导致住房率过低。台北文创不堪亏损，向成品提出了解约。而昨天，成品集团副董事长吴明杰召开了记者会，一一作出回应，强调和松烟文创协商已经出现曙光，但细节还要讨论。松烟文创争议，成品成了最大箭靶，连日来始终不回应。上午，成品集团副董事长吴明杰终于出面说明，强调选择沉默是不希望被外界当成受害者。话锋一转，把炮火转向富邦，强调入主松烟，成品与富邦都是亏损，但能承受亏损的程度并不一样。台北文创亏了4到5亿，以他的母公司台科大富邦755亿在去年的一个获利能力来说，可能是占了他的6%。但是对成品而言，我们目前累计亏损的4997万，占成品生活去年一年的一个获利3.688亿，其实占到了13%。另外，针对日前媒体披露松烟文创商场转租赚10倍暴利，吴明杰回应，成品商场经营不是单纯的房东，得负担一笔庞大的装修、人事与折旧摊体等成本。外界的批评根本是瞎子摸象，并非看到事情的全貌。1050元的租金变成10000元转租给我们的专柜厂商的这种说法，其实是有点瞎子摸象的。实际上，商业可营运的部分只有2400平，换算回来，其实成品的租金不是1050元。如果我们单纯用可使用的租金，它已经到了2650元了。吴明杰出面示意并表态，有意愿买回松烟文创商场与旅馆的产权，还强调愿以5%的比例缴交权利金给市府。如果以年营收12亿来计算，约年缴600万，但现阶段还没讨论到买回的金额，也没设定时间表。另外，针对台北文创积欠成品5.1亿的装潢与设备费，台北文创发声明稿回应，强调成品4月底才开出第一笔的2亿元款项，目前正在稽核中，审核通过就会支付，只是现在多了买回产权的变数。因此，剩余的款项还会重新通盘来考量。记者黄立伟、张国良台北报道。